悬疑问答。那一个同学梦见他自家佛台的香炉上贴了一张纸，纸上还有字，但是同学没有看清是什么字，不知道为什么后面那张纸就自己燃烧起来了，燃到最后剩了一点点纸片，他有点担心，他请问师傅，这个梦是提示他什么呀？小房子不没有烧干净。哦，就是小房子质量不好了。没烧干净，烧的时候不能留一点点纸片的。哦，好的，让他全部都烧完才能对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嗯，好的。